我去！哎呀，我去！水里的矿泉水瓶一直在乱跑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赶紧过去看一下，可能捉到了大鱼。好嘞，朋友们，过来了啊，咱们看一下。抬起来渔网看下，捉到了什么鱼？老规矩，鱼多别忘了搂搂红心。哇塞！太漂亮了，朋友们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！虽然鱼不是很多，但是都是大个体的鲫鱼，还捉到了一条黄辣丁鱼。看朋友们，上来我看看大鲫鱼，哇！拿出来一条大鲫鱼给大家看下，金黄色的大鲫鱼就是漂亮。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漂亮哦，朋友们，大鲫太过瘾了。这条河里有很多的大鱼，咱们还是把更多的渔网放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，静等收获。喜欢逮鱼的可以关注老弟，直播间里带大家体验捕鱼乐趣。